嗨，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完成的是练习册第10册 A 本，请大家打开第5课，京剧大师梅兰芳。好，我们看37页，我们现在开始做啊。我们看37页，星期一第一部分写一写，每个汉字我们写2次。后面我们组一个词语，好，下面呢你们照样做。我们看38页第三部分，选出正确的句子，在括号里打勾。我们看第一题，哪一个句子才是正确的？他小时候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，还是？他是个没人管，小时候的野孩子。好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，哎，有的同学已经会了啊，他直接说，他小时候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。好，第二题和第三题当练习，第四题到第六题也给你们当练习。好，我们看第四部分，选词语填空。第一题到第四题都有2个词语，第一的是“暗暗”“偷偷”，什么是“暗暗”呢？“暗暗”是私下的，不露出来的；“偷偷”是指他的行动怎么样呢？不让人觉察到。那么哪一个答案应该是“暗暗”，哪一个答案应该是“偷偷”呢？我们看第一句。那个小偷看见警察来了，赶紧什么溜走了。哎，有的同学说暗暗是吧？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偷偷溜走了。第二，吃力，memakan tenaga atau menghabiskan banyak tenaga，吃惊，terkejut。第三题。难受，我们说 sedih atau menderita，难道？我们一般是用在一个疑问句，是用来加强它的语气。难道你不去了吗？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第四题，及时，我们可以说 pada waktunya atau segera，按时，tepat waktu。好，第一题到。第四题，你们当练习。好，我们看39页，第五部分，连词成句。一，好，你们看，应该先写什么呢？哎，先写他，然后呢，他的什么？他的眼睛，对吧？他的眼睛怎么样啦？变得怎么样？越来越有神，OK，后面别忘了句号啊，每个句子后面要放它的什么单的白字啊，句号啊、问号啊等等。来，我们看40页的第一部分，写一写，每个汉字我们写2次，后面几个组词呢？哎，一个，往下面的你们照样做啊。我们看42页，第五部分。猜一猜，我们看第一题，左边一个河，右边一个鸟。猜本课学过的一个字是什么？我们合起来成什么？哎，歌，对吧？好，那么第二题到第六题，你们在家里做。我们看43页第六部分。照例子把括号里的词放到正确的位置上。我们看例子：狼从那条路逃走了。我们要加的是也许。那么我们看，也许应该放在 A 还是 B 还是 C 呢？A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，对吧？那么第一题到第六题，你们在家里做。我们看44页
第一部分写一写。好，每个汉字我们写两次，后面组几个的词语呢？ OK， 组一个，对了。来，我们看46页第七部分，选词语填空。第一题，京剧是中国传什么戏剧？传什么？哎，传统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把统圈起来，横线上不用写字， OK？ 好，那么下面的你们做啊。我们看47页第一部分写一写，我们照样每个汉字写两次，后面组一个词语。我们看47页的第二部分，改错别字。我们看每道题都有不同的啊，有的是一个错别字，有的两个到三个。我们看第一题，他平时好言少语，见了人也不会说话，眼睛也没有一点神，哪个他的错别字呢？哎，是这个是吗？ OK， 那么眼睛的睛应该怎么写呢？哎，它旁边是目，对吧？是两个横。好，那么第二题到第六题你们照样做。我们看48页的第三部分，选词语填空。第一题，梅兰芳是怎样练习腿功的？什么语气词应该是 A 呢？好，那么第二题到第六题你们在家里做。我们看49页第五部分，在下列划线词语的正确解释旁打勾。我们看第一题，姑妈认为她不是学戏的料。好，什么料呢？我们看 A B C D， 大家觉得哪一个答案是对的？ A 是 A， 对吧？嗯，这里的料是我们预料的，我们 predict 戏的 predict 答案的，是我们料想到的，它可能不是学戏剧的这个料。好，而不是什么，不是食物，因为不是，它不是马克曼，它是人，它也不是原料吧，很大，对吧？它也不是用来什么照看的加盖，对吧？好，那么第二题到第五题你们照样做。我们看51页的第一部分，读拼音写汉字基础。对，把基础的处写出来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些你们在家里做。我们看51页到52页第三部分，读句子选择正确答案填空。第一题，考试的时候偷偷看书怎么样呢？好不好呢？哎，不好，对吧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那么考试的时候偷偷看书这样怎么样呢？这样做是不应该的，答案是 B。 好，那么第二题到第四题你们就这样思考，或者你们可以查看课本。我们看53页第五部分，在下列划线词语的正确解释旁打勾。第一题，梅兰芳唱红了，自然点名要他唱戏的人也就多了，红的近义词是哪个？A 是 B， 出名的。那么第二题到第四题你们在家里做。好，以上是我们今天要完成的练习，请大家注意啊，我们要 upload 在 Google Classroom， 但大家应该记得什么时候 upload 呢？就在 bagian pembahasan latihan bab 5 的时候 upload。 那么我们的 deadline， 我们最迟要什么时候交呢？请大家看这边啊，什么时候，请大家不要错过。好，今天我们的练习就做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